啊，如果只要买一支的，但记得跟我讲一下。3:50发号码牌，75号一下子就领光，为的就是这一条最近爆红的无尾灯。快没电了，酷啊！我这几天每天上班都这样子背。老虎尾巴绑在屁股，边走边摇，还会发光，这是今年台湾灯会限定商品。这位小姐几天前已经买到一条了，又来帮亲友排队代购。外县市的朋友，他们就很想要那个无尾灯。为什么要买？拍那个就是很吓趴。这位男大生从台中来，11点就到高雄卫武营灯区排队卡位，拿到1号号码牌，说他狂不为过，因为这是他第4次排队买虎尾灯，就是粉送。粉送，连台中朋友就是觉得还蛮新奇的。虎尾灯在网络曝光后爆红，2月8号紧急加开第一波的网络预购，1500组3000个全部抢光，紧急追加4个贩卖点，1天约450个现货，没拿到号码牌的开放现场写预购单，预估在2月底前会有将近10000份。问我来3天，你来3天才拿到一张预约单。对啊，对，他预约单还有限定哦，然后发给你到这边没有了，你就没有了，明天再来。123。卫武营服务台民众秀出截图，领小提灯。今年的大吉虎提灯因为防疫才线上预约，2月14号开放领取。老一辈的不会操作，直接把手机给工作人员，当场预约，当场领。问啊，可是会不会密码怎么扫？哦，我不会 QR code， 找不到啊。没有，它显示是没有。没有。但是也有人白跑一趟，明明是指定捷运站服务台领取，却疑似没操作成功，又怕现场数量不够，只能回家重新预约，改天再来。TVBS 新闻，徐志宏、黄晓琪，高雄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